EDG 输了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天王盖地虎，主播一米五，我其实不止一米五，我有1.59米。Hello，莉莉，你不会是变性的吗？我是大屌萌妹，就是那种看上去很厉害，然后掏出来比你还大，这么长，啊、哦、不，这么长。大屌萌妹在此，谁敢造次？TSM，恭喜 EDG，我好想笔友太穷，我笔友没有钱，我笔友说我的长相只值5毛钱。我说我要打车，他说你哪来的钱打车？我在街上让别人一下就可以赚钱，我说3块钱一次，他们说他说我说太贵了，说我不值这么多钱。我让他多给5毛就包夜，他不肯。笔友的快乐你不懂。这是我的笔友，不是什么的刺激，不能让你膨胀。我也觉得，我说你再加5毛就包夜，他不肯。谢谢余温小叶。我会冰火两重天，会花式。我觉得加5毛钱应该可以。不回微博私信吗？不是呀，你私信我了吗？那我就是没有看吧，因为我刚睡醒了。段友在此，天王盖地虎，主播一米五，什么时候飙车？我就是开头在那儿，那个叫什么，螺旋漂移过弯，然后只是一阵清风扑过之后。就看到四个字，百度外卖，人和车一起翻在沟里了。我活好，可不可以多加5毛钱？不是，是只有1米5。如果一个男生跟你说。他说：“我说我会冰火两重天。”他说：“你骗我。”他说：“你骗我感情可以，请不要骗我的钱。”我应该怎么说啊？我就想骗他5毛钱都骗不到，我觉得好难啊！啊，卡住了。这我应该怎么回复啊？他不让我骗他的钱，我好难受。我裤子太小了，卡住了，肉太多了。等一下。小龙虾，
反套路，我要钱。我今晚11点开播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要钱也没有用，就我这个长相，我要钱，我能干什么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不太热，你好了解我，是我的真爱粉。不多说了，兄弟，一个宝剑加微信，这是我真爱。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我看别人都这么说，我也这么说。他们说我只想要5毛钱，他又说我骗钱，我只想要5毛钱。谢谢你的5毛钱，谢谢。